我的决心就来自嘉义市的消息，这是嘉义市议会会议当结束，桃城公民行动联盟公布着议员的出席率和质询率，其中专勤者有五位，但名单上独漏着逐天出席的议员张秀华。张秀华十号召开记者会，表达不满，强调家己连任四个议员，认真问政，唔那是专勤，佮提早交议会签到来登记发言，即个该团体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桃城公民。行动联盟的召集人林瑞霞也赶紧到场来道歉。不满被桃城公民行动联盟并未无专勤出席的议员，张秀华提出十一天的签到记录，不只是当排名前十位到达议会登记要发言。张秀华更进一步提出当天质询内容登上新闻的版面，证实家己所讲的拢是真的。针对桃城公民联盟，他们这样子发布一个不实的一个讯息。我想对于一个真正认真努力付出然后在议会做好监督工作的我不公平，所以他们这种不实的一个报道会影响大家以后对于他们这个桃城公民联盟的所谓的一个新闻公信力会让大家质疑。特别召开记者会表达不满，张秀华质疑桃城公民行动联盟是因为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才伫咧专勤议员的名单当中，独独将家己漏交。被点名的桃城公民行动联盟召集人林瑞霞接到消息，赶到记者会现场，向张秀华公开道歉。那个第一个，我们就已经就在这里就表示我们公开的道歉嘛，哈、那我们也以后也会改进。我今天也是很不好意思啊，也是专程来表示我们公民团体哈一个很大的一个诚意哈，就这个有错就改哈啊，也很希望各位大家给这样的一个公民团体哦，有一个往后走下去的一个生机哈。广告现场向议员亲自来道歉，但是临时下议员解释，统计的突出是因为向议会特别议员签到和发言的记录，才会造成疏失。有时候我们去要个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说，他就真的是不能给，那不给的话，其实完全要靠。民间的这样的努力哈，坦白的，这个还是有困难的，好不好？问题了哈，你们正式发文给市议会嘛？那议会一定会以公文来回复你们，给不给？我想这个是公开透明的东西。是。那议会你正式文给他，然后他文给你，啊，那后来又之后有个依据嘛？对不对？你不要用口头去说你要资料，你正式公文，因为你是市政府有立案的一个社团啊。你可以正式以文去跟议会要。针对议员在议会表现来做出兵感觉引发到一场风波，桃城公民行动联盟召集人林瑞霞强调，未来会认真检讨，加强志工的训练，同时嘛要接受各界的批评和指教。最后，林瑞霞和议员张秀华来展现着风度，互相握手拥抱，嘛让这场风波顺利落幕。最新新闻，张国平、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